不知道是怎么冲甩的，这个是有伤害哦。竟然还有一个22滴血的伤害，不知道哪里来的。On on a love saber，左键挑飞，左键甩，我看一下，这是左键吧？这是右键啊。好，左键然后挑飞，然后甩两下。然后左键，然后甩两下，还需及时打磨。左键，右键，还需及时打磨。左键，右键，然后冲刺顶人，奇怪。怎么顶人的啊？这个为什么他可以有多一下这个顶人的动作？哎呦，有没有广告？忘记登录了。怎么还有一个冲撞啊？这一下冲撞不知道是怎么出的。打起来，打两下，然后冲撞，然后再踢飞。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出这个冲撞的效果的。不过左键起接升龙应该不是真的联动。先升龙，然后左键、左键、右键，起来，升龙，左键、右键，挑飞，稍微研究一下，该不会是地堂霸角吧？我不太确定呢。然后是地堂霸角才有，我就拿地堂霸角好了。有可能呢，地堂霸角才能撞这一些。键敲飞，左键 shift 取消地堂霸角，应该是这样。他在空中直接打两下吗？先挑飞，左键接右键，冲刺地堂霸角，抬起来。左键挑飞，左键右键，落地之后左键右键，试一下，左键挑飞，落地左键右键，啊，掉下来有点快，按按那按钮。应该是两下，应该是左键右键。
右键挑飞，左键右键，好像可以诶，在地上好像也可以踹起来诶。应该撞到了是可以踹起来的。还需及时打我，不好撞嘞。还需及时打我。兵刃不利，岂能得胜？兵刃不利，兵刃不利。不过如果要地堂霸角的话，应该不太会用到。兵刃不利，岂能得胜？这个只能甩一下、啊。OK， 开扁。消费奏只有接一个左键啊，消费奏是左键右键。左键右键取消地堂霸角，然后再接挑飞，然后左键右键取消地堂霸角接挑飞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连段。不过地堂霸角本来就蛮难拿的，之后再找时间来练吧，因为练个20分钟可以练好。月山得令。哟，李小龙正版授权，开扁喽！你要开实况的话，还是开到中就好了，看能不能跑个120 FPS。哎呦，有其他的李小龙哎、欸！现在还可以打鼓哦，这么炫哦！谢谢史拜贝尔87，18个月。不知道有没有李小龙亲笔签名？我觉得这款是很吃 FPS， 如果、FPS 不一样的话，连段会不一样。有些连段只有在你延迟低，然后还有这个 FPS 高的时候再打出来。也 CI456， 感谢32个月。我现在90ping左右，有很多招我是闪不掉的。队友没有武器，哇，双截棍拿到了。哎，五运币哎，这好像是新的活动道具。显示 FPS 可以啊，实定本来就自己会显示。啊！打打啊！攻其不备，更能打的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不是，哎，不！黑天，他把我们两个都踩了，还有点尴尬。不该皮的，认真开扁。
啊，我刚武器被震掉啦。好，这样大家都懂双截棍这个武器了吧？认真开杀咯。来听一点开秀的 BGM， 老样子啊，从这首开始。举歌为舞。那其他角色的，好像这一只的比较好看的、欸、逆水寒潜龙先锋是哪一套啊？哪一套才是李小龙的？正确的苍狼。这一套盖世英雄这么帅啊！李小龙的好像要出去才看得到、欸。那只有胡桃、三娘、月三个和尚哦，不是有八件吗？这个脸有特别捏吗？没有啊，这是原版的月三的脸。也6.615个月，这只是换个发型而已、啊。现在发型是登录就送了。哎，朋友，先别。哦，金香哎、欸。哎，对了，金箱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随我破敌！施展此技。凭你，为敌，给个装吧，朋友。需注意补给。此物应该多备。明天体育课会点名，我一定到啊！那我一定到。双截棍还没找到哎、欸。长枪哦，匕首现在好像被削了一点。违反没法捏了。哦，哎，对哦，这样也会被打到。啊！啊，这是要中几次啦？完蛋啦！慎重。敌人越加而狼的厉害。哭啊！不知道被这个打中几次。慎重些，先治疗。此物应该多备。白迷飞索，蓝色长枪、欸，哎，没办法。拿个鸟铳好了，时代变了。暗喻即将蔓延，
积获得五运币十个。那你注意看看五运币可以换些什么？那有点类似之前中秋的月饼吧。什么时候轮到秦始皇正版授权哦？秦始皇已经正版授权啦，故宫博物院正版授权。一月的时候。极阴之力，毁灭一切。秦始皇装备就要出来了。一月还有林正英跟轩辕剑跟仙剑奇侠传，还有糖豆人。寺庙不知道最强和尚选出来了没？都没人呢、欸。秦始皇也不用授权了啦。秦始皇本来就是这个无版权的，想用就用。哦，这个呢？哎呀，我记得是本来就有了。本来好像就有秦始皇的刀吧，哦，有秦始皇的匕首啊。那打架、欸，吃我一击！大人，时代变了。攻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呀！请你。怎敢与我为敌？有人在偷射，有人在偷射。兄弟耍卑鄙啊！这个很电脑、欸。啊！那刚刚那个人怎么会被电脑追着跑？好可怜哦！哎，这个电脑怎么会射中人啊？好恐怖、哦！他刚刚竟然还射中我两箭。哎，金闪闪身上，哇哦，金色双节棍！注意啦，拿起来用一下。帝罗军中正确此物。好，得研究一下这武器怎么用了。先拿起来乱甩就对了啦。人来抓我。慎重。身上并无此物。哎，竟然还是被打到了。披靡，卖照了。人跑哪去了？躲，哎，你就躲。有点尴尬，我没有粉了。这东西可真好用。先别，兄弟讲武德吧。完蛋啦！你很啊！不太知道这个双节棍怎么甩，有点尴尬。没事，多用几场就会了。应该是左键蓄力比较强一点，不过刚刚打起来伤害有点低，可能要多打连段。
啊，这个武器打法跟其他武器有点不太一样。他要先累积自己的那个内力，累积龙虎功，累积完之后，然后开大招的样子。正刀给一格，然后打人一千给一格吧，然后被打好像也会给一格。集满三格开大招。啊那那 BJ 狗狗。我大招还是蛮强啊，我大招急速绕跑，真的想跑可没人追得到我。刚刚那把有算吗？来吃鸡盘开起来。是啊，玩个一两场就会了。刚刚是双截棍手战嘛，现在懂了。左键的话就是当当当，右边左边右边甩三下，右键的话就是正面甩一下。大招狂风暴雨，哎，重点就是 B water。这个武器应该是速度要快，一直打这个单点，打 poke。没有杀外星人环节，有啊，等人来开杀。离胜利更近。先随便给我来一个金色双截棍吧，我试一下。来吧，多多益善。来了，紫色的呢也可以啦。这边有什么？蓝色双截棍。看来移动应该是靠左键。来，开锤！漂亮，直接把他锤死。为什么我的龙虎功好像没有在累积啊？这里还有一个，飞呀！可以挡的吗？喂，等一下，香莲剑跑出来了！啊！哎呦！为什么没挡住剑气？奇怪，前面有挡到几下哎，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没挡到哎，应该是左键蓄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挡啊。我刚刚想试一下用这个挡剑气，然后反弹打他，不然正常举歌为舞，正常直接震他就好了。第一下剑气我有挡到哎，我那一下还有出反弹的哎。没事啊，懂啦懂啦。好啊，这样测试已完毕，开始正式上分。我龙虎镜消耗完，是有龙虎镜的时候我才可以挡那招啊。哦，难道是我刚刚黄条只有一个只能挡一次？
那也没办法。他不讲啊，他挡子弹要龙虎镜要先说哎、欸。啊，完全懂了。等你再让我拿到这个武器，直接开吃。又不早说，怎么又不早说？龙盘棍，龙虎乱舞，右键之后连续点。我还要测几场，测试已结束啊！我现在已经知道，龙虎镜打一千伤害累积一格，正刀一格，踹人一格。然后龙虎镜可以拿来挡这个剑气，但他应该还有一个蓝色的磐石啊，蓝色的磐石可能剑气算远程吧，还是蓝色的磐石要龙虎镜？哎呀，好可惜啊，没拿到双截棍。哎，有了，而且是蓝色的。多多益善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这把开蓝的。人来了，李小龙，你准备就绪。先接个任务，他来了。李小龙大炮，哎，我不敢打。这东西真好用，有了，有待累积了。我别无选择。刀子啊，输给金阔刀那也没办法，人家金阔刀哎、欸，举歌为舞，双截棍再练一下，再练一下，差不多该懂的都懂了，不知为啥没挡住啊那一下。衣服哦，没有办法啦，现在只有和尚有。月山得力，吾乃天。和尚是哪一套？龙之影生死局。和尚的新发型很帅，挑染自在功，灿莲花。和尚怎么现在还有这么酷的发型啊？和尚每个发型都蛮酷的、欸，超级赛亚人呢、欸？和尚长头发喽！欸，我都没有。李小龙猜拳，龙爪手，
好，开边，位置不错，下来就有东西捡，没武器，多多益善，还是没武器，长剑哦。 攻其不备，非所用尽，没有非所啊！请你怎敢与我为敌？ 弓箭，拔出第二把剑吧。怎么都没有双截棍呢？这样怎么赢啊？没有攻击。 太白了吧！哇，全身白装，离胜利更进一步。破风一个夺魂太刀，哦，蓝色阔刀。 不用扩刀这种，怎么看都很杂鱼的武器。我要双截棍。嗯，这把枪不错，有人哦。 就在里面。暗喻，这个人也是没有在演的，我先给他变身再说啦。 想进洞啊！哎，不会怜悯弱者，极阴之力毁灭一切。<笑>滑不进去啊！这个洞确实不好滑，我每次在战斗的时候，我也都滑不进去。 装哦，这游戏的装备其实也还好了，白装好像跟蓝装就差10%能力值而已吧。白色打紫色比较有差距，跟蓝装真的还好。我先接，哎，不对，我任务目标还没杀哎。 1分钟过去杀他，来得及吗？OK 吧，1分钟跑过去。VR 吗？我本来就有 VR 的设备啊，VR 要直播很麻烦。哎，没什么空间呐。 看到人喽！<笑>
人呢？卖我动阿点！哦，双截棍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 哇！我怎么跑这里？还不如施展此技，手下败将。双截棍交出来啦！哦，不会用双截棍在那边拿。来，仔细看好我的画面，我继承你的遗志。 风卷残云呢？还有荆轲刺笔，让他见识一下双截棍是怎么玩。战备甚至比战斗更重要。没错，双截棍就是信号，谁敢与我一战？人在这。 好看我狠狠的血虐这个电脑哈，双截棍连断。不知道为什么双截棍的跳 A 很难出来。阿达，阿达，怎敢与我为敌？直接痛扁一个，待我恢复一下。 茶兔兔阿紫，感谢4个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空 A 超级难出来哎、欸，他好像没有办法两下之后空 A。我要换主题曲啊！ 快使用双截棍！他的跳 A 比较难用一点。还有龙的传人哦，龙的传人，等等来啊！看到人了，战备甚至比战斗更重要。 多多益善，完美体力。啊，老萧唱的嘞，老萧的双截棍。
奇怪，刚刚那个人跑去哪里了？出来啊！ 胜利更进一步。伏天长剑蹲级强化。华晨宇这两年是不是都没唱啊？ 前两年还蛮多他的歌的，我感觉我得先听个空投。他后来是不是都在当评审啊？行军至此。 抓我喽！靖康，再拿一个好了。这有人在凑五月天呢、啊。来吧，空投。这是重要的军备。 太刀，紫色匕首哎、欸，他来了，很接近，大连第一冲哎、欸，老高是不是？ 哎，他杀我的那个死嘞！离胜利更进一步。夺魂长剑，哇、哦，横扫不消耗龙虎功，远程也可以触发。 电脑还好吧，这档也没有很多啊，这档才遇到一个。有时候多的时候会连杀几十个电脑。啊，跳。 先贬这个好了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再练一下这个，打一下这个电脑仔。下败将。狠狠的斜虐电脑来，试着格挡一下远程。国军中正确词误。 龙虎功，削子弹，不会狠狠地打，好了，来听阿杰啦，阿杰的双截棍怎么样？
这是重要的，怎么可能这样没打中？战损要及时处理。哦，地脉涌动，快走！ 完蛋！我到毒区了，不会就这样子打中我吧？哦，你也是双截棍啊！ 并无此物。先拉扯一下，把那个地气消失。看到了，在这里，命中。 可以吧？我这把它打下来。捅了！身上并无此物。帝国军中正缺此物。缩水了！缩水了！ 怎么还有另外一个？此物应该多。哇哇！哎，这个怎么会进技能？好强哦，这个还想走啊？ 现在那个长枪，那个是金色魂玉，好帅啊！怎么样？我这手双截棍甩的怎么样？此物应该多倍。哎，帝王断线了，没有。 卡了一下，还以为要出事了。再一次啦，没有这个主题曲，感觉不行哎。哪个电脑？没有，这个是人啊。到底会不会看呢、啊？到现在电脑这一场只遇到了三个吧。 哇，这个两段真的好强啊！啊！呀呀呀呀！哇！哦哦哦，你也是双截棍，可真好用。 等一下！有人在搞鬼，有人在搞鬼。真好用！完蛋了，他变身了！哇！啊！哭啊！ 哦，大智的双截棍好强哦！
大只的双节棍有料。刚刚龙虎功有放出来一次。 下一局应该是可以了，我感觉刚刚甩的不错，感觉死刚的这嘿还行吧，刚刚那场电脑好像也不多，算少的场。 开盘，我觉得双节棍的移动是比较慢一点，它比较偏向站着，然后一直打反击。 李小龙主题曲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这个双节棍，我要慢慢的甩，别着急。 他不用像那种太刀那种东西打那么快，他慢慢甩就好，硬直很长。离胜利更进一步。嗯，指甲开局。 那边，手下败将，搞偷袭啊！这个人，nice 啊，拿到双节棍了，开扁。啊，另外一个被杀了。啊，专武拿到了，无敌。 看能不能拿个紫色或金色的。哦，蓝色。哎，刚刚这个人的双节棍还有 skin 哎，刚刚这个人的双节棍还有skin，留着收藏好了。哦，齐粉。你的蹦蹦法师坏掉了，连级一3叉叉史莱姆瓦路都挡住了，那就把史莱姆都杀了。我昨天蹦蹦法师打一个 boss， 那个 boss 刚好跟墙卡在一起，我直接2000连段把他干掉。紫色双节棍，多多益善。 颗打不死，肯定打得死啊！打一打还会变多颗哦。嗯，指甲子棍。帝国军中正确此物。Oh my god！ 这开局。
奇怪，那些杀人卷轴怎么都不见了？啊，那游戏很佛心的，如果你卡太久，他会帮你把球收回来。毁灭一切。奇怪，我刚刚看百炼洞应该有三个人啊，我怎么只杀了一个？ 看一下这个甩到一半的时候不能取消哎，哦，可以用钩索取消，太危险就用钩索取消。哦，这区没人哎，又有双截棍，多多益善。 杰宝宝电脑还没好啊，有需要修这么久？又到了我冲锋之时。 你就继续踹，别被我射到哎！ 战死要及时处理。你怎么还把我断掉？呀！快来掩护！哎，断掉！ 施展此技，帝国军中正确此物，不会怜悯弱者。EDG牛逼！ 攻击拿满好了，轻伤而已，离胜利更进一步。飞踢哦？难道是这个飞踢？ 评级第三段强化，哦，这一脚应该可以让他们上西天哦。多多益善，紫色护甲，还不错吧？
都没有卷轴呢。哎，这首不是杰伦唱的？哎，我的弓箭怎么没子弹了？谁偷的？ 给我来个金色双截棍，那我不就直接吃了？这区都没人呢，看来要等出圈了。下一圈有段距离，先进圈好了。怎么又是这手？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不行啊，再霍一次了啦。霍元甲这首好听呢。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 啊，那个等等打外星人再来听呢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应该听这个哦，爸爸。 这个才是李小龙主题曲嘛！捅他！啊，怎么死的是你？啊，你怎么已经死了？随我破敌！ 哦！爬树啊！啊！打！啊！打！不敢与我为敌。 军中正确词物。我啊啊啊啊啊！别杀！还想跑？竟然可以逼我拿出我的双截棍！ 应该回去捡那个。待会恢复一下。刚刚变那个状态不能捡东西啊。没事，我还有蓝色的可以用。我等地上再捡一把。轻伤而已。剑剑49个月。
们先打稳。对，哎，等一下，不是啊，你在跟楼下打架，干嘛突然捅我？真好用，先去边边 shopping 一下好了，我们不急着打架。 Be water 不起杀心，会不会躲人？永劫将至。好，可以，十二包，再买一个。我靠，补品满满的。在这无尽的痛苦中颤抖。我杀的那个人还没杀呢，他还没死哦。我这边在打架哎。掉了个指甲下来，哎，你就躲。还不能施展此技。啊！打打打！啊！打打打！烧尽一切。这东西可真好用。恢复一下，我浑元之力布满全身。这边有个电脑仔，先把这个电脑仔踹死。我打！凭你怎敢与我为敌？对啊，这电脑仔怎么没有人要杀他？好扯！刚那个火男呢？火男没大了，趁现在还在捏符咒啊！啊！啊！慎重！我打你！怎敢与我为敌？此物应该多倍。电脑仔啊，还好吧？这场我还第一次看到电脑仔。噬魂斩呢？这是重要的军备。猫族噬魂斩，九齿钉耙。哎，又有一个电脑来了。现在至少是还有两个人呐、啊，刚刚还有一个金甲仔，不知道他死了没？啊，变身了。竟然变成大佛，变回来了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
极阴之力，毁灭一切。哎呀，带走！帝国军中，刚刚打的那个，借一下，终结棍哦，需注意补给。战备甚至比战斗更重要。先修一修好了。那个金色是什么？那是噬魂斩哦。我感觉他们应该躲在这种边边角角。找到了。啊！尴尬了。这个网路很差。不施展此技。完蛋了，这个烂线仔。直锐，火象披靡。是啊，这个人也飘得太扯了吧！胡桃要拼尽全力了！胡桃要拼尽全力了，竟然是一个胡桃！好，你赶快解决他，你赶快解决他！这东西可真好用。是那个人爆屁爆得有点扯哎。哎，你们怎么鸟兽散啦、啊、啊啊不敢与我为敌。好，先把烂线的敲死。暗域即将蔓延、啊、这个讲武德的哦。我不施展此技。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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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哦！啊！他的龙虎弓怎么是满的？是他的龙虎弓怎么是满的？我杀了一个，怎么还只有一格？没有办法，出点意外。好了，这一把来就雷顿了。哇，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！龙虎弓好像不太会降哎、欸，我看他刚刚已经打很久了，竟然没有降谁。还是他那个是被我又打到变多的。BGM 不对了，来点柔情一点的。刚刚我只能说有点可惜。帮我尿尿啊！等进去之后找个草丛尿尿好了。
跟地球有什么不一样？说啥？我还会躲进草丛再尿尿。灌溉大地啊！是得听上次那个潮歌啊。李小龙是不是也懂英文啊？离胜利更进一步。哦，金甲哎。哦，双截棍哎。找找看，等一下再去找草丛啦。我先换个 BGM 啦。李小龙听不听日文啊？人来了，李小龙登场，与我一战，攻其不备。非所用尽，啊哒哒！帝国军中正确此物。他没飞索，差点被他跑掉。大炮，大炮还是弓箭好嘞。来了，走了，敌人又走了。我接任务去找他，乔斯达乔尼，他来了，暗域即将蔓延。啊哒哒啊！啊哒哒啊！见识下越家儿郎的厉害。哭啊！真的被震掉了。我的个毒！极阴之力，毁灭一切。手下败将。哎，打错人了，你不是乔斯达。原来在上面呢。甚至比战斗更重要。乔斯达家族的在哪里呢？这什么风卷残云呢？先顶着，说不定我有一天会突然想用枪。李小龙对枪法那也是略有涉猎。九级，看我远程狙击的威力。战损要小港狙击手，
他还在这。在这里施展此技。哎，打打打！收尽一切。哎！完蛋！啊！行，但还不够。啊！哭啊！按错啊！就该 Q 他的啊！我被他烫死啦！这就是你的逃跑路线啊！我就想用这个双截棍直接把他甩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哎呀，棍距有点近啊！啊，不，再一场，再一场，最后一场。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了，要消快哦。刚感觉是因为没尿尿的关系。我先去尿尿，我先去尿尿。好啦，不听日文歌啦。李小龙听英文的。Go go。尿尿完的阿 J 很强哦。前方金箱。哎，我快来掩护。等一下，双截棍。差点被他送上西天呢，还好还好，这边补了他一剑呢。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前面还有人，刚杀过人哦。兄弟，杀过人啊！人呢？丢了呀！回头收一下好了。
大家感受到吧，尿尿完之后的我很有料啊，浑身是劲。哎，在这。哦，怎么是两个神将？多多益善。哇，两个大只的双截棍，两个都变回来了。啊！哒哒哒哒哒！这东西可真好用，直接两颗人头入账，好爽。打得真激烈啊！你们哇，直接三杀呢！7600元，双截棍都这样打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我觉得我要打10个都没问题哦。行军至此，双截棍的空中动作是什么？空中动作是甩起来。极阴之刀不拿吗？刀哦，一切刀应该不用吧？我这几天要音乐吗？什么音乐？这的技能是啥？变身，就是刚刚那两个人。又到了我冲锋之时。战损要及时处理。音乐就是要这个才战啊！这音乐对位。李小龙都听这样的啦。开始嘟嘟嘟啦！我们布鲁斯不听这个哎、欸。虽然东北不大，原本的好啊，原本的好啊。第一圈杀三个算不错了、啊，等缩圈吧。哎，洋人的武器，上气他爸打得过李小龙吗？怎么打得过？不过是个指环王啊。哦，弓箭了，长剑先拿着好了，说不定有一天双截棍被打掉，我就要拔剑。你还敢敲这一下啊？请你变身。
右边没有劈他。没事啊，你总要变回来的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是真死。啊哭啊！有人在哦，哦受不了这种尾刀狗。你呀，兄弟你快跑啊！这个人卑鄙无耻啊！完了，他要死啦！啊！没办法了，布鲁斯遇到这种卑鄙小人还是会倒的。嗯，毕竟对了，操作也不差，但可惜。来啦，来去玩那个了，雷顿。哦，我这边雷顿还要下载耶，让我载一下。